揭开经本科注卷中第十一面，卷中第十一面，请睇经文：地藏白言，人者，铁围之内有如是等地狱，其数无限。如是等，如是是指前面所讲的无间地狱、阿鼻地狱，以及所讲的地狱。地狱的名称太多了，是什么原因呢？我们能想象得到，这个世间造作地狱罪业的众生太多了，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特别要明白啊，地狱的业因果报，经典上讲的果报，我们要了解它的业因。讲业因，我们明白它将来所遭遇的果报，这些都是事实真相，绝不是佛菩萨为了教化众生假设这些嘢嘅，你劝众生断恶修善的。如果我们这样想法呢，那就完全错了，跟事实真相就相违背了。所以我们总要记住佛给我们讲宇宙人生的原理，这个根本的道理，根本的道理，华严经上所讲的为心所现，为色所变，这个讲的根本道理，又讲给我们知一切法从心想生，所以你心里面想什么，它就变现什么的境界，所有一切境界上都不是真实的。为什么说不是真实的呢？刹那刹那在这里转变，它怎么会是真实的呢？虽不真实，你要是迷在这个境界里面，你就有苦乐忧喜的感受了，这个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觉悟了之后，这些受都没有了，他真的明白过来了。无论是业因果报都有没有呢？有，业因果报还是有，苦乐忧喜的感受没有了。佛家讲断烦恼就是这个意思，不是烦恼的相没有，不是烦恼的业没有，是烦恼的受没有。你观空了，心经上讲的观自在菩萨，那个是高度的智慧，行甚深波野波罗蜜多时，就是用高度的智慧照见五蕴皆空。五蕴有没有呢？五蕴就是讲我们现在现实的世界有没有呢？有，虽然有，有就是空，所以经常讲的色即是空，空即是即，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色就是有，空有同时存在，空有是一件事情，不是两件事情，所以说相有体无，
受用有情执不生啊，呢个就得大自在啦。唔系冇受用，有受用，有受用就系话呢个里面决定冇妄想分别执着，冇晒呢啲嘢，你嘅受用就自在啦。如果你仲有妄想分别执着，你在受用里面必然有苦乐忧喜种种的感受，做业哪里有不受果报的道理啊？我们明白这些事实的真相，从今以后再不做业了。所以搭进念佛堂，身心世界一切放下，一句佛号念到底，只求往生极乐世界。古德所谓但得见弥陀，何愁不开悟啊。世出世间只有这件事情是真实的，其他的都是虚妄的，不值得去计较，不值得把它放在心上面。如果将其他的摆在心上依然去计较，那你做的是轮回业，所谓是轮回心做轮回业。六道三途种种的苦报你还要去受啊？这件事讲起来讲极都讲不完的，人何必做这些傻事呢？这个是我们一定要明白的。下面地藏菩萨又跟我们讲了22种地狱，请看经文，更有叫唤地狱。叫唤是受苦到极极处啊，号叫不停啊，不设地狱、分尿地狱、铜锁地狱、火象地狱、火狗地狱、火马地狱、火牛地狱、火山地狱、火石地狱、火床地狱、火梁地狱、火鹰地狱、锯牙地狱、剥皮地狱、饮血地狱、烧手地狱、烧脚地狱、倒刺地狱、火屋地狱、铁屋地狱、火狼地狱。地藏菩萨随便讲一讲就22种了。叫唤地狱，长阿含经里面所讲的八热大地狱，大四大五都叫叫唤地狱。经常讲给我们知，什么业因堕这个地狱呢？真伪啊，邪恶啊，存这样的心造作种种的恶业堕这个地狱啊。又说因为邪恶的习气好重，遇到一啲啲缘，佢都起现行，亦就系稍稍有啲唔如意，佢就发作啦，造作种种恶形，
呢個墮大叫喚地獄，八舌地獄，糞尿地獄，都係做口業嘅。口業有四種：妄語、惡口、兩舌、耳語。做呢種口業，則墮八舌地獄、糞尿地獄。過去李炳南老居士講經，提到呢個地獄，佢好感慨咁樣講，佢年輕嘅時候合義行合仗義，乜嘢都唔在乎，墮地獄亦冇所謂。結果一後以後一睇到有糞尿地獄，咁佢講呢個唔得啊，呢個頂唔順啊！糞尿唔係好似水一樣，係火一樣咁樣滾嘅，俾你喺裏頭受，呢個太難受啦。佢話刀山見雪都唔在乎啊，佢睇到呢個地獄就害怕啦。同所地獄在《觀佛三昧經》裏面亦叫做黑城地獄，青蓮法師注解裏面講得很清楚，墮在這個地獄一日一夜，經歷的苦處不可勝計啊！這個業因呢，是由於愚痴的眾生，眾生包括了佛弟子，亦就是包括我們在內的，把佛法介紹給別人，將意思搞錯了。所謂法說非法，非法說法。凡的戒雖然不重，但是不知道懺悔，墮這個地獄了。火象地獄經常講的，這個是大象啊！地獄裡面所有的這些動物都是性色變現的，而這個象呢本身都是火的。象如果發狂、瘋狂的時候，攻擊人的時候，它的力量很大的，沒有法子來抵禦的。所以象呢，在瘋狂的時候要殺人的。經常說這些是什麼的樣的業因呢？人在世間喜歡飲酒作樂，每一次都飲得大醉，醉了就亂性了，造作殺到淫妄，那來害眾生，所以死了之後墮這個地獄。火狗地獄呢，後面講的火馬火牛情形都非常相似，
只是業因不同而已。这个经里面说，世间一类的养蚕煮茧的，养蚕煮茧杀害的生命众多，所以出家人为了培养慈悲心，这样才不吃众生肉，不忍心吃众生肉，着衣服亦是这样。如果你着的是皮衣服，同食肉没有两样的，着的是众生的皮。于心何忍呢？夏天着的丝绸，丝绸是蚕套的丝，你一件衣服里面有几多蚕虫来丧生呢？你先至穿呢件衣服啊！所以佛格四众弟子出家在家唔忍心，布衣足可以保暖啦。为乜嘢要用丝绸呢？为乜嘢要用皮毛呢？法教化众生是通情达理的，不是不讲道理的。体质衰弱的人，非常怕冷的人，非穿这个皮毛不暖的人，有开源，这个可以着。经戒经里面多半个讲，是一个是生病的，体质很衰弱的，另外是年老的，抵抗力衰弱的，七十岁以上的抵抗力就衰弱，这个可以有开源，可以着皮衣服。我们身体很健康，很强壮，有这个抵抗力，穿着这些衣服呢，跟食肉是没有两样的。平时做这些业因都觉得是很平常，都没什么在意，哪里知道有这么严重的果报呢？不读经不知道的，读了经的时候这样才知道的。火马火狗和这个也是同类的，这个是全身都是火，受这些火受的煎熬啊，受他们的攻击，人在这个里面，你被狗咬，被马踢，被牛敲啊，全身都是火。大九火山，大十火石，在起世经里面叫做综合地狱。前面我们看到甲山，跟这个意思是相同的。第十一火藏地狱，跟前面讲的铁藏是同一样的，都是任业的果报，
邪淫的果报。第十二火梁地狱，梁就是铁梁铁柱，被人抱在这个上面，和我们前面所讲的铁柱所谓炮烙的刑罚是完全相同的。火鹰地狱和前面讲的铁鹰地狱是相同的。铁的老鹰，它的嘴非常锋利，专门去啄罪人的眼睛，这个也是满身都是火的。人生在这个世间，寿命很短促，起心动念，言语造作，不要以为没有果报啊。你这样想你就错了，起心动念都感到果报啊，何况言语行为的造作。第十四鋸牙地狱，这个亦是恶口感得的果报。拔舌鋸牙都是口业的罪报。第十五剥皮地狱，亦有经典里面讲的，这个地狱叫大港，皮剥下来之后卷起来。这个业因多半是杀害众生，剥众生的皮，夺众生的命，感受这个果报的。换句话说，我们怎样去做作，将来还是受这个果报。古德时时劝人啊，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啊。时时想这句话，我不想受的决定不能够加之于众生，不但是对人，所有一切动物都不可以这样做。这些动物和人实在讲没有两样的，不过是它的业障重，堕畜生生的，我们比它好一点，得人生。我们要造作极重的罪业，将来亦变畜生生啊。畜生和人有什么两样呢？人爱惜自己的生命，畜生亦爱惜自己的生命。别人杀害我们，我们有怨恨报复之心，畜生亦是一样，你欺负他伤害他，他亦有怨恨报复之心。所以何必和众生结冤仇呢？明白这个道理，自然就不敢起恶心，自然就不敢动恶念，不敢做恶业了。可是一个人啊，在这个世间啊，无此劫以来的
恶习气好重，自己都冇法子去控制，再加上外面嘅恶缘，时时刻刻喺在引诱你，外面引诱，内有烦恼，点样会唔造业呢？所以世尊教导我哋，以定慧力降伏魔缘，呢句话非常嘅重要啊！乜嘢系慧啊？对于业因果报，睇得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呢个系智慧啦。境界现前，心地清净，如如不动，这个是定功了。你有定功，你有智慧，你才能把自己的烦恼习气控制住，不给它发作。但是凭控制呢，是个相当困难的事情来的。一定要把念头转过来，极力修善，注意力转移了，这个容易。一心一意向往善道，成就众生。所以我们一定要想，时时去思维诸佛菩萨他们是怎样的做法呢？人家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给我们看，发心学佛都有悲缘，要广度众生，这个缘好啊。见道长，树法从，道众生好事业啊！可是这种事业一定要有内外因缘成熟，如果缘不成熟，自己从事这个事业要有一丝毫勉强呢，这个就错了。佛在经上讲给我们知，假令供养行沙性，不如坚勇求正觉。这句话是什么呢？道众生的缘没有成熟啊，我们先要自度，缘成熟了可以舍己为人。诸佛如来表演一个样子给我们看，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在那个地方见道场树法从啊，普度虚空法界，一切众生平等成佛，这个难得啊！十方诸佛如来有没有阿弥陀佛的智慧呢？有没有阿弥陀佛的悲愿呢？有没有阿弥陀佛的神通能力呢？都有的，每一尊法都平等的，法法道同啊！为什么一切诸佛他自己不建立极乐世界呢？阿弥陀佛建立极乐世界，释迦牟尼佛为什么不建立极乐世界？释迦牟尼佛不亚于阿弥陀佛的，不比他差的，不比他进色的。
我哋有冇谂过？有冇体会到呢个意思？十方一切诸佛如来都唔见，阿弥陀佛已经见咗啦嘛，所以众生通通去亲近佢，一即一切，一切即一。呢个系真理啊，系事实嘅真相。每一尊法都搞一个极乐世界，大家就打交噶啦。彼此之间就要斗争啦，一定系自赞毁他噶啦。咁就出现呢啲毛病啦。道场只有一个，进虚空遍法界只有一个道场，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都把他的弟子劝导送到西方极乐世界。这个事情有人做了，我们就不用再做了。法示现给我们看，我们在到里头要能够体会。在中国古代，大小道场遍立在社会，普遍建立。什么原因呢？交通不发达，修学不方便，为了利益一方的众生，在一方建立一个道场，没有交通工具嘛，所以要普遍建道场才能广度众生。今日需不需要呢？不需要了。所以前几年呢，我第一次到北京拜访赵朴鲁，我跟他就谈到现代建道场全世界只要建一个，我跟他老人家建议中国佛教大小乘十个宗派，每一个宗派建一个道场，不用搞很多的，人力、财力、物力通通集中建一个道场，咁就能到全世界嘅众生。今日环球旅行只要系几日啫，嗰日一两日啫。想学净土嘅到净土道场嚟修学，想学禅宗嘅有禅宗道场去修学，所有全世界嘅禅宗大德都聚集喺呢个地方，你亲近好方便噶啦。唔似过去好唔方便，尤其系而家讲到宏法利身，我哋利用科学嘅工具，利用卫星电视，利用电脑网络，现场就播送到全世界，每个一个人嘅家喺家屋企里边都能够接收得到。诸位谂一谂啊，你要建立咁多道场嚟做乜嘢啊？劳民伤财咋？为乜嘢唔把力量集中喺一齐？你想当领袖得啊，我哋就拥护你做领袖。边个当领袖都一样嘅，我哋全部都顶礼，都拥护你，请你嚟做领导。做领袖的人牺牲奉献，他很辛苦的，我们帮助的人很轻松的，没有责任感，全心全意在旁边来协助。所以在这个时代，很多人说好像地球村，
地球是一个村，一个村一个道场就够了，两个道场就太多了。所以一定要知道现代是什么样的一个时代，我们宏法利生的工作要怎样去做。如果我们的人力真的能集中，譬如我们这个是净土宗，净土宗的学人都能够聚集在一起，每一日大家在一起探讨经教，切磋琢磨，认真修学，不断地提升自己的境界，讲经说法，教化众生，利用科技来把教学送到每一个人的屋企，咁呢个世界一个道场就够啦。人力分散啦，呢个事情决定做唔到噶，需要人力，需要财力，需要物力集中就好办噶啦。舍己为人，冇自己。我哋一生先至能够得到，起心动念自己，起心动念我的道场，起心动念我的地区，你永远唔能离开六道轮回啊！为乜嘢咧？执着六道系我嘅，执着阿鼻地狱系我嘅，你点样会唔堕地狱啊？乜嘢叫执着阿鼻地狱咧？执着贪嗔痴慢就是阿鼻地狱啦！你要造作罪业，乜嘢人能够往生呢？舍弃娑婆世界，一切放下唔要啦，呢个人先至能够脱离啊！向往净土，决定得生净土，这个是一定的道理，这个是事实的真相。可以，我们读地藏经，了解三途六道的苦处，了解起心动念造作恶业，他所受的果报，这个果报经常讲的，每一个地狱那个时间都是无数劫的，我们做的时候很容易很短的时间，将来果报的时间就很长的了。我劝导大家句句都是真实话，我跟你说，念佛堂念一日佛，功德是无量无边的。这道里面你好深好深，要把这些道理事上讲清楚，是一两年亦冇办法讲完的。佛在经上时常讲，即使诸佛如来共同来讲，讲上一劫都讲不完啊。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轻视，你看居士啊，每日在做义工，在度扫地抹台那些老太婆，他们的福德啊，举世之人没办法跟他们相比的。我们自以为是，还看不起他们，轻视他，
人哋嗰啲个系菩萨啦，系佛嚟噶。你哋要系唔相信，你睇传记里面读到过噶。过去郭清字嘅风干、寒山十德，边个睇得起佢哋啊？穿得破破烂烂、疯疯癫癫咁样，做最粗重嘅生活。风干系喺堆房中米嘅，中倒垃圾嘅。寒山拾得喺厨房里边烧火嘅，破柴烧火嘅。边个知道呢？风干系阿弥陀佛再来啊！寒山系问树，拾得系普贤，问树普贤再嚟噶。你唔好睇做呢啲粗活嘅，有好多佛菩萨化身喺呢里头，你点样会知道呢？肉眼凡夫啊！轻视佢，睇唔起佢，你系喺度做罪孽啊！你系等几时睇佢哋往生瑞相稀有？我喺讲台上讲唔系假话嚟噶，呢个念佛洞开咗之后，决定系站住往生，坐住往生，不生病，预知时至，唔系一般人能够相比嘅。人哋真嘅系佛菩萨啊！我哋稍稍有一啲小福报就共高往慢，自以为是，把地藏经翻开，有边一种罪业冇做过啊？而家仲继续唔断喺度做啊！做唔知道改过啊，做唔知道回头啊！念佛堂念一日法，觉得攰到唔得了啦！啊，这个系乜嘢业障现前嚟噶？念佛堂正系俾你消业障。头几日业障现前，你要能够忍耐，能够勇猛精进，咁业障就降服咗啦。念上个三个月半年，业障就消晒啦。你就得清涼自在，身心安穩，法喜充滿噶啦！我哋念佛堂開咗仲冇幾日咋，有冇見到法喜充滿嘅呢？有，仲係唔少。邊啲人呢？都係嗰啲老太婆，佢哋法喜充滿。遇到李木源居士就问他什么时候再办啊？李木源一个礼拜办一次，嘿，他说太耐了，太耐了。所以你就想一想，这个是什么的道场？不是人建立的，法菩萨建立的。我们要在这里居功，这里是我哋建立嘅，呢个就大错特错啦！把佛菩萨嘅功德自己去冒领，咁仲得了咩？我哋只不过系同佛菩萨做个小工而已咋，跑腿办事而已咋，自己一定要明白。自己在这个地方是一个什么的身份，我们才真正得到佛菩萨的加持，得到护法龙天的拥护。拥护是护道场，是护这些念佛的人，我们沾一点光而已。要说护我们，咁你就完全错啦！我哋边度有咁大嘅智慧，有咁大嘅福报啊！所以道场建立系一方众生善根福德因缘成熟啦，我哋系好幸运
幸逢其会，沾一啲光啫。句句都系真话噶。大十六饮血地狱，呢个叶因呢，系偷盗邪行，或者是在寺院道场里面，或者是寺院道场的附近造作恶业。这个里面亦包含妄语，这个是十八大地狱里面有一个叫饮血地狱。这个血不好饮的，邋遢污糟的，是血祸来的。人堕落在这个里头，大十七十八呢，烧手烧脚，一类呢亦是属于八热地狱之中的。经里面给我们讲的这个业因呢，是在人间的时候宰杀畜生。你吃众生肉的时候，你用刀断他的手，断他的脚，再把他放在锅里面去烧煮，在外国人讲烧烤。将来堕地狱亦是被地狱的鬼卒来烧烤。大十九刀刺地狱，这个是刀刺，业因多半是背叛，背叛是不信，会遭受这个地狱的。这个里面的业因非常之广。背逆父母，背逆师长，所谓是背师叛道，种种背叛的行为，这种恶业就要受这个地狱的果报。火屋、铁屋，这两个地狱相同。做业因的时候轻重不相等，所以这两种地狱苦报亦有轻重不相等的。火屋是轻，铁屋道德就重了。铁屋亦是一片火海的。最后一个火狼地狱，起世经里面讲的是以种种不善的业因。这个里面最重要的是贪心，狼的贪心重啊。狼是野兽里面亦是属于猛兽之一，世间人常讲狼心，狼心是狠毒，我们在人间这个心狠毒，不择手段贪取一切，果报就在这个地狱了。再看下面经文，
如是等地獄，其中各國復有諸小地獄。無間阿鼻是根本地獄，極重的地獄。無間阿鼻之外呢，就是前面所講的大地獄了。每一個大地獄裡面還有很多很多的小地獄，或一或二或三或四乃至百千，其中名號各個不同。一句話就帶過了啦，就省略了啦，細講是講不盡的。地藏菩薩告普賢菩薩言：仁者，此中皆是南阎浮提行惡眾生，業感如是。這個地獄業因在哪裡來的呢？業感現前的，所以一切的境界上不是別人做來給你受的。換句話說，天堂亦不是上帝造成了之後來給你去享福的，地獄亦不是阎羅王造了給你去受罪的，不是的，全都是業感啊！你做作善業，你感得的是天堂；你做作惡業，它變現的就是地獄了。那個境界是刹那刹那在那裡轉變的。這個我們常講的都是根據佛所講的，萬法皆空，因果不空。因果不空在哪裡講起呢？轉變不空，外面境界上刹那刹那在那裡轉變。怎樣的轉變法呢？隨心所變。心就是念頭，念頭是能變的，境界是所變的。大家心善，環境就善；大家做惡，環境就惡了。現在我們世間環境很惡的，天災人禍。我們打開報紙，打開電視，身心不安，憂心重重啊！什麼原因呢？大家都在做惡業啊，那怎得了啊？我們明白這個道理，了解事實的真相，全心全力做一些勸化的工作，亦只是盡心而已，盡份而已。別人聽不聽，有沒有聽得懂，肯不肯回頭，是他的事情。我們自己心善、言善、行善，在共業裡面有別報啊。這個道理不能明白的，不能不警覺的。如何在現在災變重重環境當中來救自己呢？幫助自己家親眷屬、親戚好友，只要他能聽、能信、能接受，沒有一個不得救的。縱然做作地獄的罪業，你現在還是有一口氣在這裡，你都有得救。
死咗堕落喺地狱，咁就冇有法子啦，佛菩萨都帮唔上忙噶啦。只要你仲未有堕地狱，你就有得救。点样救法呢？诸佛如来有妙法啊，教你念佛求生净土。念佛是真实忏悔法，将世出世间一切法通通放下。放下就是不再造作了，只要不造作就回头了。把阿赖耶识里面恶业的种子不给他加上增上缘，虽有恶业的种子不起现行了。起现行就是说明不受果报了。法教给我们的真的是有道理的，不是没有道理的。因要变成果，当中要有缘，因和果都没有办法去控制的，缘有办法控制。譬如啦，瓜子是瓜的因，但是瓜子它的缘呢是要土壤，要阳光，要水分，要肥料，它的条件具足了，种子才能够长成瓜，才会结成瓜，它要圆啊。如果我们把它的圆断了，把这个瓜子放在茶杯里面，那就是放上一百年，它亦是不会结成瓜的。为什么呢？圆断了啊。佛教给我们度自己就是这样的一个道理。阿赖耶识里面业因种子是无量无边的，现在把所有的缘通通断了，虽然有种子不起现行，现在只加一个缘，是念佛的缘。我们阿赖耶识里面有阿弥陀佛的种子，有西方极乐世界的种子，只要把这个种子好好地去培养它，其他的缘全部断了。在念佛堂就是做这件事情了，断住一切种杂的缘分，全力加强，所有缘通通集中起来加强念佛这个缘，所以念佛这个缘就很快成就成就了。三年五年决定成就的。佛在经上讲的不是假话，忆佛念佛，现前当来必定见佛。一见佛，乜嘢都圆满啦。我哋自己今日要想去做弘法利生嘅工作，你点样去做法啦？你怎样做才能做得圆满，才做得心满意足，办不到啊。没有智慧，没有福德，唯一的办法是先见阿弥陀佛。见到阿弥陀佛了，你的福慧具足了，那你有智慧，有大福，无论你做什么事情，佛事门中有求必应啊。那你还有什么障碍呢？还有什么困难呢？
何况建咗佛之后，我哋嘅生活空间扩大啦。今日我哋生死凡夫，我哋活在呢个世间，我哋嘅生活空间系一个地球，冇办法离开呢个地球。点样走，亦喺呢个地球表面上面走嘅啫。而家亦仲未有能力到其他星球上面去。我哋亦时时咁听讲，听讲有外太空人、外星人嚟访问地球，嗰啲能够到地球上嚟嘅，确确实实系人道嚟嘅，决定唔系天道。为乜嘢呢？天道唔需要驾驶个飞碟，驾飞行工具唔需要嘅，人道先至需要嘅啫。天道去边度去？都唔使呢啲咁嘅工具嘅，佢哋仲系用呢个飞行嘅工具，科技比我哋发达，所以仲系人道，决定唔系天道。佢哋连四皇天都唔能够相比，四皇天喺宇宙之间飞行嘅话，唔需要工具嘅。而家外太空而家报道得好多，呢啲书籍都好多，我哋睇到全系人道啊，唔系我睇我哋地球上嘅人嚟嘅，娑婆世界人道嘅范围就好大好大嘅，唔止系地球。好多好多星球上都有人嘅，而人嘅智慧能力唔相等，福报亦唔相同。到边个地球上去投生呢？边个地球上嘅生活，各个人嘅业报唔相同，都系果报嚟嘅。菩萨在这个经上特别专指南阎浮提，南阎浮提是我们这个地球了。前面讲过阎浮提众生诸星无定，集做恶业啊，集系集气，唔知唔觉咁样佢就做恶啦。所以感得地狱嘅苦报，底下嘅四句话非常重要，我哋要把佢记住。全部经文记唔住，呢几句总要记住佢啊！从南阎浮提行恶众生，业感如是，呢三句要记住啊！时时刻刻嚟提醒自己。接着又讲：业力甚大，能敌虽离，能深巨海，能将圣道。啊！呢个业力好大啊！大到乜嘢程度呢？下面举三件事情啦。须弥呢个系大山，业力能够移山倒海嘅。山大海深都敌唔过业力，业力能将圣道，叫你一生。道业不能够成就，无论你怎样勇猛精进去修行，你都脱离不到六道轮回。什么原因呢？业力啊。所以佛法
教化一切众生，重点是在心，心理禅宗倡导修行要从根本来修，根本就是心里面的念头了。中门亦是这样，教下又何尚不是这样呢？亦是如是啊。换句话说，修行要改变心理，改变思想，改变观念，过去我们的心理、思想、观念，念念都是为自己，以自己为本位，这个就是做轮回业了，这个是轮回心来的。佛教我们把这些念头转过来，怎样呢？念，我们念念为众生，我们起心动念、思想见解、言语造作，全是为众生，不为自己，那这个就好了。法跟我们讲的六道是怎样来的呢？六道是执着才有六道的，妄想、分别、执着三个都有，变现了六道了。如果只有妄想、分别没有执着，六道就没有了。有十法界，有四圣法界、声闻缘觉菩萨佛，变现四圣法界。假如分别亦冇晒啦，咁四圣法界亦冇啦，十法界都冇啦，现出嚟嘅就叫一真法界。一真法界里面喺《华严经》上讲嘅，仲有四十一个等级，菩萨有四十一个位次。十住、十行、十回向、十地等级在哪里来的呢？躺妄想未断晒，在妄想里变出来的。妄想断了之后呢，等级就没晒了。那就是究竟佛果真平等的了。佛法道同真平等，没了阶级了。这个是说明一真法界、十法界、三途六道是怎样来的。只要起心动念有我，这个我所有的，你的妄想、分别、执着全部都齐了，你还怎么能脱离六道轮回呢？诸位从这个地方真正契入体会，那你是真的觉悟了，你不是假觉悟了。觉悟了就超凡入圣，圣就是觉，凡就是迷，凡夫就是有妄想、分别、执着。妄想不说了，分别、执着就是凡夫来的了。写了晒分别执着就是圣人，就是佛菩萨。佛菩萨和凡夫是一念之差，你把念头换过来就超凡入圣。哪个能转过来的呢？是自己来的，你肯不肯转？你肯转过来，马上就变的了。我明白这个道理，我转了。李木原居士明白这个道理，他就转了。转过来之后，我们为一切众生服务，
一切众生就是我们的主人，一切众生是我们的老板，我们是当个小伙计替代服务的，无我的了。那我们才真正得到佛法的受用，把业力转成智慧，把业力转变成能力，佛家讲的神通道力，就在念头上一转，业力就转过来了。通常我们讲愿力，把业力转成愿力，业力很大能障圣道，愿力也很大能成圣道。为什么不转呢？如果不转，无量劫中还要去搞生死轮回啊，了结无期的啦，何必惹这个麻烦呢？后面经文接着还有几句重要的，是故众生莫轻小恶，以为无罪，死后有报，千毫受之。这几句要记住，时时提醒自己，不要以为没有报应啊，那是你自己搞错了啊。再微弱的一个恶念都感受果报的，所谓是不时不报，时辰未到。什么时辰呢？缘未具足。时辰是从缘上来讲的，缘具足了，果报立刻就现前的了。诸位，如果很冷静平心静气来观察世界，现在这个果报叫做现世报，报得很快的。就在眼前而已。我们要想真正救自己，诸位必须要知道生命无所谓，不足惜我在这个世间吃得多少年啊。百年岁月只不过弹指之间而已，我是九岁离开老家的，他距离九华山很近的。我离开那个时候，那些形象记忆都很清楚，就好像昨日一样。可是现在那个时候故乡的长辈亲戚朋友十之八九都不在这里了，第二个时候的玩伴都没有了。人生一场空，一场梦，这个梦要醒悟过来，醒悟过来之后就是回头是岸了。要在起心动念上去下功夫，决不起一个恶念，念念为众生的福报。
我哋全心全力造福俾众生去享福，呢个就好啦。唔好自己去享福，咁样嘅人决定成就嘅，咁样嘅人诸佛护念嘅，龙天善神保佑嘅。勇猛精进，勤奋不懈嚟造福，帮助社会，帮助大众，自己嘅生活过得好清苦，一啲都唔浪费，知道节俭，用一笔钱总系想住，想住一切苦难嘅众生，我能够悭一分钱，佢哋就多一分受用。时时有依个嘅观念啊！佛喺经常讲，世间一切修行人为乜嘢修行得唔到结果呢？都系妄想分别执着太多啦，一个念头接住一个念头，经常同我哋讲嘅。一坛子有六十刹那，一刹那有九百生灭，那个是讲微细的念头，就是很粗的念头都不得了啊！从早到晚有几多个念头生灭啊？我们自己能够觉察得到的，前念灭了了，后念接着立刻就生。这个里头也都有因果的，一念善就是善果报，一念恶那就是恶报。不要说是言语造作啊，那个果报就更严重了，起心动念通通都有果报啊。所以菩萨在这里劝导我们，勉励我们，警察我们，莫轻小恶，以为无罪。到你受报的时候，后悔都赶不及了。底下几句话讲得很明白，父子至亲其路各别，终然相逢，无肯代受啊！果报自作自受，乜嘢人都冇办法去代替嘅。诸佛如来大慈大悲，亦冇办法代你去受嘅。如果能代啊，佛菩萨都代咗啦。冇办法去代的，这个是自己作自己受的，境界是自己变现出来的。正如章太炎居士所讲的，我听朱景就老居士跟我讲的，朱老居士把这些成写在书上面，他有几样的著作，
姜太炎是个岳父，这些不是假话来的。他在早年是学科学的，他不相信佛法。老岳长学法跟他讲这些故事，他听了之后以为都是迷信，都是预言来的。他在中年以后，抗战期间，他住在重庆，夜晚走路遇到鬼，他才相信的。他自己没有亲身见过，别人说他都不相信的。他跟鬼晚上一起走路，走了半个几钟头，这个时间很长，不是短时间来的。走了半个几钟头，他忽然就想到了，这个女人半夜怎会一个人出来行的呢？一想的时候汗毛直竖，再一看前面那个人有上身没有下身，咁就吓死啦！一吓嘅时候，前面嗰个人嘅影子就冇咗啦。佢系咁样嚟信佛嘅。如果唔系亲眼见到嘅、亲身经历嘅呢啲人，佢唔相信嘅。所以以后谂谂早年老岳父讲嘅事情，咁佢想呢啲系真嘅，唔系假噶啦。姜太炎讲。地狱里面受这些苦楚啊，他总觉得不人道啊，太残酷了，不人道啊，很多地狱应当去废除的。阎罗王听到他这个建议，亦不说话啊，派两个小鬼带他去看，到地狱现场，你去看啦。小鬼带佢去走咗好远，到咗嗰个地方啦，指俾你睇，但系佢睇唔到啊，佢先至恍然大悟。佛经上讲嘅冇错，系业力变现嘅，你冇呢个业力系见唔到噶啦。经常讲，地狱只有两种人，一种系做作罪业，佢受报变现呢个境界；另一个系菩萨，菩萨有能力。到地狱去度众生，他能够见得到，不是到地狱的众生，不是到地狱受罪的，这两种缘，地狱在你的面前都见不到的。所以这个先至知道，不是阎罗王做地狱给这些人受罪的，不是的，是自己业力变现出来的境界。我们明白这个道理，然后才知道父子至亲亦没有办法去代替的。他自己一定要承受的。再看下面的经文，我今成佛威力，略说地狱罪报之事，为冤人者暂听是言。地藏菩萨好谦虚的，实在讲，地藏菩萨太伟大了。法会开始的时候，十方诸佛都来参加这个会，比华严法会重要殊胜。华严法会上我们所看到的，当然一切诸佛都来了，他不是用佛身来的，他是现种种不同的身份来参加的。地藏法会呢，是佛以佛身来示现的，一切诸佛都参加这个法会。地藏菩萨是佛的老师，诸佛的老师，
佢喺呢度佢咁谦虚，我甘胜佛威力，略说地狱罪报之事，唔敢话我知道呢个事情啊！呢个事情我太清楚啦，我讲俾你听就得噶啦。咁而家嘅人一定系咁样嘅态度啦。确实佢系知道得好清楚嘅。佢呢个讲法教导咗我哋，无论喺乜嘢嘅时候，要谦虚，要恭敬，要忍让啊！呢个系圣德嚟嘅，念念之中要降服自己嘅烦恼习气，贪嗔痴慢系烦恼，系造业嚟嘅。所以我哋喺经上睇到，佢哋嘅言语、佢哋嘅表态、用意都非常非常嘅深嘅。普贤菩萨又是何等的人物啊，都是如来倒驾慈航示现的，唯愿仁者暂听示现，这个话几谦虚啊，几恭敬啊，这个是教给我们平时处世待人接物谦敬。普贤答言，吾以九支三恶道部，望人者说，令后世末法一切恶行众生，闻人者说，使令归佛。以两位菩萨一问一答，目的是教我们这些造作罪业的众生回头是岸，真正去皈依三宝。皈是回头，真的回头，依靠佛的教诲去生活，依靠佛的教诲去工作，这个叫皈依。经上所讲的那些教导我们应当要做的，我们认真努力去做，那些事情决定不可以做的，我们一定要断除，这样才叫归佛。地藏白言，因者地狱罪报其事如是。后面又为我们略说了十四种，或有地狱取罪人舌，使牛耕之。这个就是拔舌地狱了。或有地狱取罪人心，夜叉食之。或有地狱获汤成佛，煮罪人身。这个就是俗话讲的油锅啦，落油锅啦。或有地狱赤烧铜柱，使罪人袍；或有地狱使诸火烧，侵及罪人；或有地狱一向寒冰；或有地狱无限粪尿；或有地狱唇飞疾厉；或有地狱多转火枪；或有地狱肥胖空培；或有地狱弹烧手足；或有地狱盘绞铁蛇；或有地狱驱逐铁狗；或有地狱尽驾铁驴。地狱的名号
前面讲过啦，呢、这个地方系讲受果报呢啲罪人喺地狱里面受果报嘅状况。第一句，这个果报，两舌、恶口、妄语、耳语，造作这些罪业，毁谤三宝。破坏人哋嘅信心，对佛法嘅信心，死咗之后堕喺呢种地狱，所谓系拔舌、牛耕、羊痛入口啊！铁叶缠身啊，喺呢个地狱里头，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地狱决唔系一受罪就死咗啊！地狱死咗就超生啦，佢死唔到啊！地狱里头有业风，风一吹佢又翻生啦，活过嚟之后再受。一日一夜，万死万生啊！这个杨子一直要到他的罪报受完晒，受完的时候，他的时间都是以劫来算的，无数劫受这个果报的。罪报不受完，就永远不能够离开地狱。可是那个罪报是很麻烦的嘢嚟嘅，譬如讲说话啦，毁谤三宝啊，断人的信心。乜嘢时候呢个业先至消得完呢？你讲这个话的影响力完全消失了，你就能离开地狱了。如果这个影响力还在这里，你就没办法离开地狱了。而这个影响力往往牵连到很多世的恶缘的种子，在他的阿赖耶识里头起作用，遇到三宝他就起怀疑了，他的信心就生不起来了。这个影响力你看多大啊！如果好像现在讲的话，讲了还要录音呢，还把录音带到处去分送呢，或者是贩卖，或者是结缘，你讲话的内容是破坏三宝的，这个世间只要还有一个大智在这里，你就没办法脱离地狱了。如果你写成文字，这个世间还有一本书在这里，你也没办法离开地狱了。这样才知道这件事情的可怕。我们的言语文字要负责任啊！真是前面所讲的，莫轻小过，以为无罪。第二句，取罪人心，夜叉食之。这一类的业因，青莲法师在注解里面
讲俾我哋知，系喺人世嘅时候偷盗父母师长呢个恶缘而遭受嘅果报。报心系恶心。诸位谂谂，连父母师长嘅嘢，佢都敢去偷，仲有乜嘢人嘅嘢佢唔敢去偷啊？这个心唔好啊，到喺地狱里头夜叉要食佢嘅心啊！第三呢，这个系油顶啦。汤锅地狱，锅系个锅，顶就系锅。而家福建人叫锅，仲系叫顶嘅。喺古时候，嗰个时候灶咧仲未有发明，煮嘢食嘅时候用乜嘢呢？用鼎。锅有三只脚，下面烧火，煮一个菜就一个鼎啦。古书里面讲嘅列鼎而食嘛，咁就系睇佢个菜色好多好丰富啦。列鼎而食啊，有啲似我哋而家喺大嘅餐厅里面嘅自助餐一样。自助餐而家嘅鼎咧好靓嘅，唔不锈钢做嘅，佢有四只脚。下面燒火，使呢個菜嚟保温，唔至於凍咗。古時候嘅鼎係三隻腳嘅啫。以後灶發明咗之後咧，呢個就唔要啦。鼎就冇腳就變成鍋，鍋同鼎係一樣嘢嚟嘅。这个业因里面讲的破戒、杀生、祭祀，或者是食肉，这个肉食啊，焚烧山林，烧烤众生。就得呢个果报啊！第四句，或有地狱赤烧同处，使罪人仆。呢个就系好似小说里面讲嘅炮烙嘅刑罚。过去章太炎居士就请求东岳大帝废除呢个刑罚嘅，后来先至知道地狱境界系业力变现嘅，唔系人为嘅。下面一句，或有地狱使诸火烧亲及罪人。这个都是一撇的火，大火啊，无处躲避的，要被火实夹生咁烧死。可是风一吹，佢又翻生啦，又再烧啊，永远冇办法脱离的。在经上讲的，这些是很多很多不善业的果报。第六句，一向寒冰，寒冰地狱亦是一些不善恶业的果报。第七句，无限粪尿，前面亦同诸位讲过，在业因里面是前世破斋，一个发愿持八关斋戒，破斋戒而
以及不清淨的惡業所感的，或有地獄純非疾泥。疾泥呢，是古時候的一種武器來的，而家比較少見，如果在博物館裏面還能夠看得到，就是很少的箭頭，一般稱為暗器。在人哋冇預防嘅時候，冇有防備嘅時候，佢就發射投擲。而家冇咗依樣嘢噶啦，而家換成係手槍啊，就係一類嘅嘢。由此可知，佢依個果報啊，就係依啲暗器嚟同眾生結下依啲冤仇，殺害一切眾生。特別是打獵啊，獵槍的子彈和普通的子彈不一樣的，因為你打獵，你的普通的子彈不一定打得那麼準，所以獵槍子彈是散彈來的，就是鐵粒的散彈，打出去之後呢，它有一個面積，在這個面積裡面，這些動物都走不掉的。受一類的果報，火槍和前面的通槍呢，是意思相同的，依裡面多了就是火，胃臟空背，這個是《靈嚴經》裡面有說的，觸報的感應，感到這種果報，所以說是由你去觸撞別人，特別是我們今天講虐待動物，對動物用這種行為，比較上是多見的，邊度知道會得這個果報呢？第十一句，但燒手足，這個所謂是必業必報了，你手做業就燒手，腳做業就燒腳。鐵蛇鐵狗前面講過了，鐵雷呢是盡加鐵雷，雷是馬一類的東西，亦是滿身都是火的，佛在經上亦講過一個公案，這個公案青蓮法師在注解裡面引用過，講這個僧戶比丘見到一頭鹿，這個鹿滿身都是燒著火的，佛講給僧戶比丘知，佢唔係一條路嚟嘅，佢喺加業佛嘅時候係個出家人啊。
喺出家人咧，喺分飲食嘅時候，分飲食自己總係要多分一啲。做咗呢啲惡業，感受呢個苦報。依我經常講嘅進家鐵雷，大概係呢啲罪人騎喺鐵雷上邊。鐵雷本身都係火嘅，罪人受咁樣嘅苦報。地獄裡面的刑罰苦報，實實在在講是講之不盡的。請看底下的經文，仁者於是等報，各國獄中有百千種業道之氣。業道之氣就是刑具了，我們今天講的刑具，無非是銅、是鐵、是石、是火，是四種物，中業行感。裡面的刑具都是銅、鐵、石頭，全是一片火海。你所感受的是一些東西，我們時時說的，那個人心很狠，就是鐵石心腸。所以在地獄裏面變現這些刑具都是這些東西。心地清淨柔軟，這個現象決定揭不到的。所以一定要明白這個心，心狠手辣，你这个威风能撑得几多日啊？你几日的威风撑了之后，后来的怎样办呢？你有没有想到啊？后果不堪设想啊。我们一定要知道啊，唯识论里面讲的，好像经常讲这些地狱，有没有地狱里面的阎罗王呢？有没有地狱里面的这些鬼卒呢？实在没有的，都是自己性色变现出来的，就好像发梦一样。梦一定到梦醒了之后才知道是假的，一场空啊。可是你在正在发梦的时候，你以为那个都是真实的。地狱三途是一场梦境，同样道理，我们人生在世数十年的寒暑，又何尝不是一个梦境呢？再讲到十法界，亦是梦境啊。金刚经上讲得不错，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啊。一切有为法就是包含了十法界，十法界都是有为的，一真法界才是无为法。所以声闻缘觉菩萨劝教里面的佛都没有离开有为法，换句话说，他的依正庄严都是梦幻泡影。上有体无，是有理无，
这个才是事实的真相。业感变现出来的，我们看尾后一句经文，若广说地狱罪报等事，如果要详细讲，一件一件这样讲出来，一一狱中更有百千种苦楚，一个地狱就有百千种的苦楚，何况多狱呢？地狱讲之不尽的。我今成佛威神，给人者问，略说如是，若广解说，空劫不尽。菩萨讲的都是老实话来的，要跟你详细解释说明，空劫都讲不尽的。这句话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所以我们在这里做一个总结，地狱决定不能够去的，要想不去地狱，决定不能够做罪业，极少的罪业都不可以做。什么原因呢？因为我们阿赖耶识里面地狱的种子很多的，无量劫造作的这些习气，少少的罪业是什么呢？就是缘啦。你阿赖耶识地狱罪业，你再给他缘，不断他的缘，就很可能又做这个果报了。这个是我们要警惕的，所以决定不可以轻视轻忽少少的罪业，以为不紧要，那你就大错特错了。少少的罪业是缘，阿赖识里头有地狱罪业的业因，因遇到缘就会现这个境界，境界现前非常可怕的，出来是太难太难的了。所以真正明白，真正觉悟，放下万缘，一心念佛，求生净土，这个是最安稳的方法，最快速的方法，亦是最妥善的方法，永远脱离三途六道。好，今天到了，我们就讲到这里。